如何拜祖先，需注意哪些事情，一年总共必须拜几次祖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茉莉芬芳。祭拜祖先具有慎终追远的含义，借由祭拜仪式，不仅表达对祖先的追念与敬意，也代表后辈子孙的饮水思源。因此拜祖先可是马虎不得，必须慎重诚心祭拜才可以。而祭拜的日期、时间、水果、金纸等细节也要细心留意与准备才行。有关于金纸部分，茉莉芬芳因为忙碌及住电梯大楼的关系，所以是一年统一包一次红包给祖先，地点是在新庄地藏庵，但这要先向祖先禀报一声才行，也就是时间是在农历过年前早一天到新庄地藏庵，由道教师父引导进行。若有要化金纸、莲花、黄金等，其数量不是自己自由心证，全部在寺庙内在地藏菩萨坐下执杯决定的。至于平日在家每日早晨及一年数次的大节日祭祖，我会诵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红名敬赠给祖先，和您分享我的做法。拜祖先的日子，第一，每天早晚供茶及一炷香。二，初一十五，除了茶水及香外，可多饼干、水果等。三，大节日，除了祖先的忌日、名旦外，拜祖先的日期一年之中还包含了几个节日，有除夕、元宵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元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、冬至。现代人工作生活间忙碌，如果在祖先的忌日与名旦当天无法祭拜或不晓得日期，则可以合并在重阳节一起拜就可以，记得要先上香向祖先说明哦。拜祖先的时间，大节日祭拜祖先时，一般会祖先用餐后子孙才能吃，因此通常会在上午十点至十二点之间，也就是在子孙吃中饭以前先祭拜完成。除夕当天则是可以拜晚餐，有围炉的含义，在下午五点前要拜完，一样请祖先吃过后，子孙才能开始吃年夜饭。拜祖先要准备什么？水果、贡品、纸钱，这些一定都不可少。不过要准备几道菜，买什么样的水果，烧哪种金纸，这些都有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哦。第一，拜祖先的水果，以实心水果为佳，祭拜时建议可用苹果表示平安，柿子表示事事如意，柳丁表示天丁，以及橘子表示吉利等实心的水果，这些都非常适合拜祖先。水果种类与数量都以单数为主，盘数则不限。一般家庭拜祖先大多三样水果即可。什么水果是不适合用来拜祖先的呢？第一，果实中空的水果，例如莲雾，代表子孙无心祭拜。第二，整串的水果，像葡萄、龙眼、荔枝等，在民间习俗上具有一个接一个过世的忌讳。第三，特定的四种水果，例如香蕉、李子、水梨、凤梨。台语念法有就利来翁，招进之意，会为全家带来不好的运势，这些都应该避免。拜祖先的菜单一般是六道或十二道家常菜，大节日拜祖先贡品中一些日常菜色不可缺少，尤其在除夕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元节、重阳节等重大节日时，至少要准备六道或十二道的家常菜，俗称菜碗，然后再加一锅白饭，要附上饭匙，以及一锅汤，要附上汤勺。此外酒或茶各三杯，另外也可依个人喜好准备一些糕点、饼干与饮料。
最重要的是记得摆上七副碗筷，祖先才能享用哦。至于元宵节、中秋节、冬至，可应景只拜元宵、月饼、汤圆，当然要再多一些贡品也没问题的，礼多物多，祖先不会怪。另外小提醒，大节日拜祖先，贡品也要配合时节，像是除夕可拜发糕或年糕，端午节要拜粽子等。初一十五拜祖先要准备哪些贡品？每逢初一十五，贡品只需准备简单的饼干、水果与纸钱来祭拜就可以。拜祖先的金纸、银纸，台湾南北部各不同。在台湾北部，用来拜祖先的大多是银纸及挂金。银纸分成大银、小银，如同大钞与零钱的分别。在台湾南部，则以九金、九银、莲花金、莲花银为主。但是，以上贡品的种类或数量，若以佛菩萨的角度看法，很多都是多虑分别了。所谓万物唯心，一切都是无尽无际。那么请问您会采用哪一种做法呢？大节日拜祖先的流程。第一，首先将贡品、水果、碗筷、酒水等摆上供桌，记得筷子的头要朝向祖先牌位，筷子的尾要朝向贡品。第二，点香恭请祖先回家里用餐。那么拜祖先要怎么说呢？拜祖先说辞可参考以下范本，例如诚心恭请李氏历代祖先回家用餐，今天是重阳节，子孙们准备了菜碗贡品，请祖先享用，也请你们保佑全家健康平安顺心。最重要的要具备诚心和诚意，每位在场的子孙请每一位手持一炷香，并报上子孙的名字，请说明某些子孙未到场的原因。拜祖先结束要怎么做？等香烧到剩三分之一时，向祖先执杯，确认是否已经吃饱，如为圣杯，也就是一正一反，接着再禀报祖先说，现在要烧金银纸给祖先，请你们来领收，出现圣杯就可以烧化金纸。等金银纸烧完，最后将酒水洒在金炉外围，以绕圈形式洒下，即可收贡品。